Thank you， 系啦。跟住我哋又请十号嘅 Hira， 十二号嘅 Nicole。跟住十三号嘅 Cindy， 咦有 fans 喎呢个，好十四号嘅 Zora， 好啦，仲有几位佳丽，跟住有十五号嘅 Hillary， 咦有偏心喎呢个，好 Hillary 嚟紧啦 ，OK， 跟住有十六号嘅 Juliana。跟住最后咧，我哋邀请埋就系十七号嘅 Lovell， 好唔该晒咁多位啊！好啦，咁啊，我哋咧工作人员咧稍后咧就会咧就系收集所有嘅投票嘅结果，当然咧亦都要多谢咧就系罗宾汉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咧为我哋核对咧所有嘅赛果嘅。咁我哋咧而家咧就当然咧邀请咧我哋咁多位佳丽去后台咧。就是煥然一新，就當然咧就係俾大家咧就以佢哋嘅泳裝嘅服裝咧就係同大家見面啦。當然咧就係咧係俾大家睇下佢哋嘅賽前嘅狀態係如何噶。好，我哋掌聲有請我哋十六位佳麗再次上台嘅掌聲。好啦，我哋有請一號嘅 Anna， 好可以留意我哋中間，俾我哋傳媒朋友影張相先。好，中间，好，唔该晒 Anna， 啱唔 OK？ 好，未得嘅，好，留一阵先 ，Jessica， 好 ，Anna 兜个圈先 ，very good，OK，、okay, 好 ，OK， 留意中间先。OK， 最好右手邊，中間，好，左手邊 ，OK， 好 ，OK， 好，唔該曬，中間 ，OK， 好 ，Thank you， 好，唔該曬 Anna， 我哋有請二號嘅 Jessica， 好啦，我哋留意中間傳媒朋友先。好，我哋左手边嘅传媒朋友 ，on the left side，OK，、okay, 好啦，跟住右手边嘅传媒朋友，咁啊睇紧 live 嘅同时咧，大家当然咧，不如都贴下究竟边一位佳丽咧，可以我哋听日就会公布嘅冠亚季军嘅殊荣嘅得奖者啦。咁啊，大家一路留意啦，佢哋嘅状态啦，个笑容啦，同埋个自信咧，相信大家咧都可能都攞下感觉，究竟佢哋听日嘅决赛嘅表现如何嘅？好，中间 OK， 可以，唔该晒 Jessica，Thank you。好，我哋有请三号嘅佳丽 Aris， 好啦，经过两个月嘅训练咧，相信咧咁多位佳丽咧，亦都系。有展現咧就係完美嘅身形啦，同埋咧除咗係外表之外咧，當然個內心嘅自信咧，亦都係經得起咧考驗噶啦。咁啊，到時候聽晚大家咧就可以睇到佢哋呢兩個月裏面嘅成長啦。好，嗱，而中間先，中間，好，中間 Aris 啊 ，OK。好，左边，望左少少。OK， 中间 ，OK， 可以嘅，中间嚟得迟。OK， 好，唔该晒 ，Aris，Thank you。好，跟住我哋又请四号 Lin， 多谢大家掌声啊，系啊 ，keep 住呢个掌声 ，Thank you。好，阿 Lin， 我哋望一望中间先。OK， 左手边，我哋望一望左手边啊。OK， 跟住右手边嘅传媒朋友，右手边。OK， 我哋翻嚟中间，我哋大会
OK， 中間。OK， 好，唔該曬 Lin， thank you。跟住我哋又請五號嘅 Debbie。好，我哋望一望中間先。好啦，今日提提大家，聽晚咧翡翠台八點晚上八點咧就會準時咧睇到我哋2023香港小姐競選嘅現場直播啊！咁啊，聽晚咧我哋有多個環節咧係會利用咧就係 AI 嘅元素。咁究竟咧我哋係會點樣運用呢個 AI 嘅技術咧，同埋點樣去考考一班佳麗們嘅美貌同埋智慧咧？大家當然要非常之期待聽晚嘅演出啦！好，左手邊唔該 Debbie。OK， 右手邊的傳媒朋友，右手邊 OK， 望得似中間先，中間 OK， 唔該曬 Debbie，Thank you。好，六號嘅 Hannah， 係啦，我哋今屆最年輕嘅佳麗 Hannah， 經過兩個月嘅訓練咧，都見佢大個女啦。好，我哋望一望中間先。好，左手邊嘅傳媒朋友。中間，跟住右手邊，好 ，Hannah 望埋中間先，中間 ，OK， 好，影多張中間先，好，唔該曬六號嘅 Anna，Thank you， 跟住我哋有請七號嘅 Victoria， 好好啊！我喜歡這些專業的現場觀眾，很好啊，好好啊，我們先看中間先，好，跟著左手邊的傳媒朋友，好啦，跟住我哋仲有右手边嘅传媒朋友。嗱，睇紧直播嘅朋友咧，当然咧可以继续咧留言啦，去表示咧你哋支持边一位嘅佳丽啊。好，左手边嘅佳丽，好 ，number，OK，very good。好，再望望中间先。OK， 右手边嘅传媒朋友 ，OK， 中间。OK， 唔該曬我哋大會攝影師。OK，Thank you Victoria，Thank you。跟住我哋有請八號嘅 Jenny。好靚啊啲身形 ，very nice。OK， 好望一望中間先。OK， 左手邊。係啦，咁多位佳麗咧喺呢兩個月裏面咧，亦都係經歷過咧，就係非常之嚴格嘅訓練啦。即係無論咧，就係佢哋喺 IQ 啊，甚至 EQ 啊，同埋喺體能方面咧，都遇到好多嘅挑戰嘅。咁啊，大家見到佢哋成長啦。咁啊，聽晚咧亦都係佢哋嘅考試嘅一個重要日子。咁啊，希望咧唔同嘅朋友同埋咧就係、是、觀眾咧都可以咧得到你哋嘅讚賞啦，同埋支持嘅。好，左手邊好。中間，中間有啦 ，OK， 好，唔該曬 Jenny，Thank you。跟住我哋有請九號嘅 Michelle。好，我哋有請 Michelle 望一望中間傳媒朋友啊。好，左手邊嘅傳媒朋友。OK， 跟住右手邊，好，俾個 number 大家睇下先啊。OK， 好，唔該曬咁多位記者朋友，右手邊嘅朋友。OK， 好，跟住我哋再望一望中間先。好，左手邊。OK， 好，望一望中間先。好，正身少少望中間。OK， 係啦。唔該曬咁多位記者朋友，亦都唔該曬 Michelle 嘅 ，thank you。好，十號 Hira， 係啦 ，Hira 咧已經唔係淨係 Miss 咁簡單啦，亦都係香港小姐佳麗啦。咁啊，相信咧好多學生咧都會。以佢為榜樣啦，因為都係跳出一個舒適圈咧，就係用佢最靚嘅內在美同外在美咧展現俾大家睇嘅。好，我哋望一望左手邊嘅朋友，右手邊嘅傳媒朋友。OK， 咁 number 俾大家影一影啊，好唔好啊 ，Hira？OK， 好，中間中間，係 OK， 好，左手邊左手邊。
OK， 右手边的传媒朋友，好了，还有中间的朋友。OK，Thank you，Hira，Thank you。跟住我哋有十二号嘅 Nicole， 有请 Nicole， 咁啊留意中间，唔该晒咁多位传媒朋友啊。OK， 我哋望一望左手边，左手边 ，OK， 好。跟住我哋有右手边。跟住望翻中间，好，继续提大家啦。听晚翡翠台八点就会喺呢一度一厂咧隆重举行2023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啦。好，中间 ，OK，Thank you， 唔该晒 Nicole，Thank you。好，跟住我哋又请13号 Cindy。唔該曬 Cindy， 我哋望一望中間先。係啦，咁啊，今年咧，我哋全球嘅觀眾咧，亦都可以咧欣賞到咧我哋決賽嘅盛況啦。咁啊，除咗咧翡翠台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透過 TVB Anywhere 啦，同埋 TVB Anywhere Plus 咧，係可以咧即時睇到盛況嘅。好，我哋望一望右手邊嘅傳媒朋友先。好。OK， 唔該曬 Cindy，Thank you。好，左手邊嘅傳媒朋友 ，OK， 左手邊，左手邊 ，OK， 左手邊 ，OK， 跟住中間，中間 ，OK， 右手邊 ，OK 啦，唔該曬 ，Thank you， 唔該曬 Cindy。好，跟住我哋又請14號嘅 Zora。好啦，我哋留意中间嘅传媒朋友。咁啊 ，Zora 系其中一个咧喺广东话方面咧进步迅速嘅其中一个佳例嚟嘅。咁啊，亦都见到佢喺广东话方面咧，亦都系勇于咧就系、是、用广东话咧去表达自己嘅谂法啦。好，俾大家睇睇个 number 先。咁啊，大家见到佢咧喺决赛嘅彩排嘅时候咧，见到佢个自信咧，亦都系多咗好多。咁啊，当然大家俾多啲鼓励佢都系好嘅，俾掌声佢好嘛，值得鼓励嘅系。OK， 右手边 ，OK， 好，唔该晒 ，OK， 唔该晒 Zora，Thank you， 跟住有15号 Hillary， 唔该晒 Hillary， 好，留意中间嘅传媒朋友先。有壓力啦 ，Hillary 真係有壓力啦，係啦，係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咧俾多啲鼓勵 Hillary 啦，因為其實咧其實得到咁多傳媒嘅報道咧都唔容易嘅，咁啊希望咧到決賽嘅時候咧都保持呢一份信心咧到最後一刻嘅。好，左手邊嘅傳媒朋友，左手邊 ，OK， 跟住右手邊嘅傳媒朋友。OK，Hillary， 我哋俾大家睇一睇个 number， 唔该晒 ，Thank you。好，中间 ，OK， 中间，好，唔该晒 ，Hillary，Thank you。好啦，跟住有16号嘅 Juliana。唔该晒 ，Juliana。好，望望中间传媒朋友先。好，左手边。好，头发想靓啲系咪？头发 OK，OK。好，右手边嘅传媒朋友，跟住中间系啦，个手可以俾大家见到个号码嘅，中间系啦，可以中间向前啦。唔该晒 Juliana。好，左手边。OK， 跟住望一望中间。OK， 好，唔该晒传媒朋友嘅，好，我哋留意中间先。Thank you， 唔该晒 Juliana。好啦，最后我哋有17号嘅 Lovell。
好，中间路标。好啦，我哋十六位嘅候选佳丽咧，已经系逐一咧，就系以泳装咧同咁多位咧就系见面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哋嘅状态如何啦。究竟佢哋决赛当晚会唔会更加有惊喜咧？又或者系佢哋咧个实力咧可以行到最后？咁啊，大家咧当然要拭目以待啦。好，右手边嘅传媒朋友，好，中间。OK， 好，中间，好，右手边，OK， 好，唔该晒 Lovell，Thank you， 唔该晒，好，俾啲掌声咁多位嘉丽，好唔好啊？好啦，今日刚才咧只系一个热身啦，咁啊，听晚咧就真系咧认真嘅考验啦。咁啊，究竟佢哋 Q&A 嘅时候咧会系表现突出啦，定系咧会有压力咧？咁啊，大家咧当然要留意听晚嘅决赛啦。咁啊，除咗咧我哋刚才咧有少少嘅彩排啦，俾你做一个泳装环节之外，其实咧每一年咧香港小姐决赛之前咧都有一个试戴后冠嘅环节嘅。咁啊，今年咧香港小姐咧已经系第51届啦。咁我哋今年咧亦都系咧一如以往咧就邀请。抽出咧一位佳丽咧出嚟咧就进行咧试戴后冠嘅，咁我哋今日咧亦都可以咧就再次咧喺佢哋做呢个环节之前咧，当然咧就再次咧邀请佢哋咧逐一咧就系见面嘅，我哋再次俾掌声十六位佳丽好唔好啊？多啲掌声啊！多啲掌声 ，thank you， 多谢大家啊！好，欢迎晒十六位佳丽啦！我哋再次咧望一望中间大会，同埋咧我哋所有嘅传媒朋友。OK， 我哋望一望中间先。哦，我哋可以亲密少少都得嘅，系啦。OK， 唔该晒咁多位，系啦，我哋咧可以。影齐咁多位十六位佳丽咧，系以泳装示人嘅。好，我哋望望中间先，跟住我哋留意左手边嘅传媒朋友，左手边。OK， 左手边，跟住咧就系右手边嘅传媒朋友，右手边，跟住中间。OK， 中间，中间。好，保德章在左手边，右手边，右手边。好，望一望中间大会摄影师。OK， 拍多张先，唔该晒咁多位耐心等候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OK。再次俾啲掌声十六位佳丽，好唔好啊 ？Thank you， 唔该晒咁多位，咁啊有请咧咁多位可以休息一阵先啊，唔该晒 ，Thank you。好啦，咁啊佢哋咧喺后台咧准备嘅同事咧，我哋头先刚才咧就讲到咧，我哋每年咧就喺决赛之前，除咗咧系会邀请咁多位佳丽咧就以泳装示人之外咧。亦都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咧，就係咧進行咧就係試戴後冠呢個儀式嘅。咁啊，每年咧呢個儀式咧非常之咧就係莊重啦，同埋希望咧都俾佳麗咧去感受下咧嗰刻攞冠軍嘅感受咧係幾咁特別嘅。咁我哋咧今年咧亦都係第51屆香港小姐嘅競選決賽啦。咁啊，其實咧每年咧試戴後冠呢樣嘢咧係非常之神聖嘅。咁啊，今年咧我哋後冠嘅設計咧係採用咗咧就係鑽石雙冚咧，再以咧就係。紅寶石咧係製造噶，咁當然咧亦都有保留咧就係 Miss Hong Kong 咧香港小姐嘅好標誌性嘅 logo 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加上咧就係兩邊採用咧就係波浪弧形嘅設計，成個設計非常之優雅噶。咁啊今日咧亦都可以先睹為快咧為所有嘅現場觀眾咧係展示嘅。咁啊較早前
前咧，我哋咧亦都系抽出咧一位佳丽咧，就进行咧呢个试戴后冠嘅仪式嘅。咁啊，究竟系边一位咧？咁我哋咧亦都系依个时候咧就系会公布啦。我哋有请15号嘅 Hillary 庄子璇。Hillary 你好。咁亦都係被抽中咧，就參與我哋呢個試戴後冠嘅儀式啊！當然咧，我哋邀請咧就係我哋兩位嘉賓，我哋有請2023香港小姐競選大會指定專用後冠贊助商福滿林珠寶主席兼行政總裁孫振威先生，有請孫生。你好，當然咧就係邀請咧就係2022香港小姐冠軍林玉慧小姐 Denise。歡迎曬兩位，亦都係歡迎孫生為我哋咧係主持呢個儀式嘅。好，有請。哇，就係今年嘅港仔冠軍嘅後冠啦！唔該曬孫生，有請 Denise。咁啊，唔該曬 Hillary 為我哋試戴啦。唔该晒 Denise， 俾掌声 Hillary 好唔好啊？唔该晒 Hillary 为我哋试戴嘅，好唔该晒孙生同埋 Denise， 我哋望一望中间传媒朋友，我哋亲密少少先嘅，系啦 ，OK， 好留意中间传媒朋友，好啦，我哋留意左手边嘅传媒朋友，跟住右手边嘅传媒朋友，好影多张中间大会摄影。Thank you， 再次俾掌声孙生同埋 Denise 为我哋咧系加冕嘅，系唔该晒两位。咁我哋咧好想有一张独照咧俾 Hillary 嘅，唔该晒孙生同埋 Denise 可以休息一阵嘅。我今日 Denise 咧可以留意我哋中间传媒朋友影张相啦。系啦，咁啊 feel 下冠军嘅感觉系如何啦？咁啊 Hillary 又有压力啦，因为究竟呢个后冠可唔可以带到听晚最后一刻咧？就真系俾心机啦 ，Hillary。好，我望一望左手边嘅传媒朋友。好，跟住中间，跟住右手边系啦，营造一个冠军加冕嗰个气氛啊！唔该晒咁多位 ，thank you。好，马 OK， 好，仲有镜头 OK， 后边嘅 OK， 可以啦。唔該曬咁多位傳媒朋友，唔該曬 Hillary，thank you。好啦，今日完成咗咧試加冕嘅儀式之後咧，當然咧，我哋較早前咧亦都係逐一邀請咧，就係16位佳麗咧，就係逐一咧互相投票咧選出我哋今屆嘅友誼小姐嘅。咁啊，其實經歷過咧兩個月嘅訓練啦，同埋咧專業嘅導師的教導之下，其實他們不單止是個人的魅力是會提升，他們也可以說是多了15位的姊妹作為就是幸福的閨蜜的。究竟這兩個月裡面他們覺得誰是最 friendly 和能夠成為閨蜜是最好的朋友呢？我們即將就會去宣布我們2023香港小姐競選友誼小姐的得獎者的。同時間我們也很榮幸就邀請到兩位嘉賓為我們去颁出咧呢个殊荣嘅，咁啊同时间咧，我哋咧再次咧邀请咧16位佳丽再次同大家见面先嘅。好，再次有请16位佳丽，欢呼声、掌声。好啦，當然咧，亦都要多謝羅冰夏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啦，為我哋核對咧我哋友誼小姐嘅賽果嘅。咁啊，同時間咧，16位佳麗已經喺台上邊啦。咁啊，當然咧係時候咧要公布咧就係友誼小姐嘅得獎者啦。同時間咧，我哋亦都係邀請咧我哋嘅頒獎嘉賓，有請2023香港小姐競選統籌經理何小慧小姐。小慧姐歡迎曬，有請。當然邀請咗就係2022香港小姐競選友誼小姐邢慧敏 Sharon， 有請 Sharon。
啊，请小慧姐同埋 Sharon 咧一齐咧为我哋公布咧，同埋咧一齐咧为我哋咧就系颁出呢个殊荣嘅。好，我哋有请结果咧就系交到咧小慧姐手上嘅。2023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友谊小姐是八号姜依玲 Jenny， 恭喜晒 Jenny 姜依玲，系咁多位佳丽里面咧，友谊小姐嘅得奖者，恭喜晒！冇錯 ，Jenny 咧喺成個訓練啦，同埋咧係過程裏邊咧係表現咗咧佢友善啦、親和力啦，同埋咧就係對每一位佳麗嘅愛啦，同埋關懷嘅。俾啲掌聲 Jenny 好唔好啊？實至名歸啊 ！OK， 好，咁啊，唔該曬小慧姐同埋 Sharon， 咁啊 ，Jenny 影張相俾大家好唔好啊 ？OK， 唔該曬兩位。好，個花咧，我哋俾大家睇下幾靚啊，好唔好啊 ，Jenny？我哋調轉少少，哦 ，very nice，OK，、okay, 好，我哋望望中間先。好啦，我哋2023香港小姐競選第一個獎項就宣布友誼小姐嘅得獎者就係八號嘅姜依玲 Jenny， 恭喜曬 Jenny， 先拔頭籌啊！好，唔該曬 Jenny， 亦都咧可以咧同咁多位佳麗咧再次咧係接受大家嘅祝賀嘅，恭喜曬！好啦，唔該曬咁多位，咁啊再次多謝咁多位傳媒朋友咧，同埋睇緊直播同埋現場嘅朋友，多謝曬你哋！2023香港小姐競選決賽，聽晚就會喺一廠8:00現場直播咧，俾大家一齊去見證新一屆嘅冠亞季軍，我哋聽晚見 ，Thank you。好啦，可以休息一阵 ，Thank you。唔好意思啊，全媒朋友，我补翻张相俾你哋先。